大家好，我是老易啊，欢迎大家收看相声节目啊，我们今天又见面了。今天老易准备给大家讲一下、啊、观察一个人的眉毛啊，讲观察眉毛之前，老易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也是真实的故事。那么有一段时间啊，公司在不断的在招人啊，招新同事。有一次，老易早上练完拳去公司上班，经过会议室的门口，哎，看到一个男生，我打量了一下，呃，脸上让我。 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啊，就是一对眉毛，啊，事后呢，我问了一下人事部的同事，这个男孩子啊，因为能力的原因，反而没被录取下来。我跟那个面试的同事说了一下，啊、庆幸了一下，他没进来。为什么呢？如果他进来，其他男同事就有危险了啊。人事部的同事跟我说：“老易，你怎么说人家对男孩子有危险？”我说：“这个人。” 十有八九是同性恋啊，在取向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他说：“你怎么看的啊？”老易教教我们怎么看的。我说：“呃，一个人的眉毛其实是可以观察他的性格特点，包括他的一一些爱好。这个人的眉毛是逆生眉，眉毛的走向从眉尾向眉头长，倒过来长。我们的眉毛一般是根根往后面长的，这叫顺生；倒过来长的叫逆生。这个人是逆生眉，而且。” 一般有逆的话都是顺逆是交加的。我说这种人一般来说在性格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很多方面。那要分他的眉毛粗细、浓浊是否根根见肉这诸多的方面啊，我们再来做细论。但这个人的眉毛逆生，但是呢眉毛比较柔细。 逆生代表性格上会有一些障碍，会有一些啊出人意表之外啊不符合潮流、不符合常情、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这一些规则，这一些性格在再加上柔系的话，柔系说明这个人的性格脾气相对来说比较悲观、比较柔弱。那么这两点啊，据老一的观人经验，我也看过很多的啊同志啊，他的眉毛。 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这一些的特点，所以据老易观察，这个人啊，同性的这一个概率有八成左右的以上性。但事实如何啊？我我不敢肯定，因为人家也没告诉我。因为老易看过身边不少人有同志倾向的，基本都有这些特点。这个话题呢就引开了，后来大家就很激烈去讨论了啊，眉毛怎么样，顺生逆生啊？每个人都让老易看看我眉毛有没有逆啊？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讲一讲啊，这一期节目就来讲一下眉毛的顺生跟逆生。我们讲眉毛顺逆，前面我已经讲过了，眉毛从眉头往眉尾一根根往上的啊，是叫顺；一根根往下的那叫往下长。还有一个就是眉毛是从眉尾往眉头这样一根根触过来，这叫逆生。 我们是把眉毛的长势分为往上、往下，还有逆啊三种。我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三种。老易呢不讲太玄乎的东西啊，我们讲一些大家在生活中啊都能碰到、都能看到的一些观人技巧。我们首先讲好的顺生，顺生是眉形里面最好的一种。那么顺生概念就是从眉头啊一根根的顺的往往眉尾长。 顺身的人性格比较柔和啊，比较通情达理啊，人情世故也很圆满。那么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人不管在为人接物方面，在言语表达方面，都能啊考虑别人的感受，跟别人交往、跟别人互动都很平和，甚至很慈悲啊，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会比较好。 这是顺生的一个顺柔的一个特点。这个顺柔不但在眉毛中体现在他的人际交往以及六亲关系、朋友、兄弟、子女、配偶这些关系里面，他也能做到柔顺。但是这个柔顺呢，我们还得以眉毛的粗浓细浊来分啊，不是说顺生一定是柔，它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变化。我们。 讲观人都是要从大往小里面看，从宏观看到细微点，看到微观的东西。那么眉毛如果顺生，同时质地比较厚，眉色比较黑浓的话，这种顺生同时也有啊刚烈刚强的性质里面。那么这种人一般都是有自己的原则啊，正义感特别强。 冲锋陷阵在所不辞，而且非常能够吃苦耐劳，具有大毅力、大志向。所以，眉毛粗浓顺身的人最适合从置于这些武职，包括纪律管理方面。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对别人啊都能用原则来平衡，一碗水端平，不会罔顾私情啊。这是眉毛顺身的时候比较。 粗农他会表现出外向的正义感，原则性很强。当然呢，孤科起来也容易六亲不认，但是他总是站理的啊，他总是站在道德义理的高处啊，来来来批判所有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眉毛，如果顺身的时候，哎，眉毛比较清秀，比较细柔，这种顺身是带有阴性的顺身。 这种眉毛顺着长的人的性格就比较温婉，啊，比较能够体贴别人，啊，慈悲心很强，容易就是照顾别人，为了顾及别人的利益啊，自己勇于付出，自己有所损失也在所不辞。大多心地善良，啊，甚至可能过于善良。女性呢，固然在成家之后对家里面的这些。 呃，配偶的照料、小孩的顾以及、一定家庭老人的这些照顾都能面面俱到啊。虽然自己再苦再累在所不辞，他也能做得很开心。那么在朋友关系里面啊，经常容易自己吃亏，照顾朋友，这些都是这种比较温顺的一个品德展现。所以眉毛顺身的人脾气很好。 甚至可能演变为老好人啊！这类人，如果你在生活中碰到，不妨多交交朋友。这类人对你不太会有恶心思，反而会处处照顾你。我想，这个经验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多加观察，你一看就能明白啊。那么，这是顺生的两种人。割双眼皮、隆鼻、注射苹果肌，现在已经成为整形的基础项目。爱美的男女通过局部微调来使自己变美，从而提升自信心。 可有很多做过微调、已经变美的人，似乎还是不满意，再度陷入自卑。面面看来，美与丑与外表的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你是否自信。那么，如何能提高自信呢？国民岳父王健林说的好：，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没错，同样适用于提高自信，并且关键在于切实可行。 比如每周去两次健身房，每月阅读一本书，存一小笔钱，坚持去完成小目标。随着一个个目标的完成，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自信心也会逐渐多起来。除了设定小目标，还要多关注外界。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往往过于关注自己，习惯放大恐慌感受。同事不经意猛敲一下键盘，领导无意间看过来的一个眼神，都会让他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要知道，自信的人往往将注意力放在自身以外。 不自信的人才总想着自己，最后要做的就是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写下十条自己的优点，放在兜里，时刻告诉自己“我可以”。也可以经常进行合理的想象，比如想象自己在公司大会上滔滔不绝、涨价涨成不断的场景，或者自己工作处理的游刃有余的样子。这样脑海中留下积极的记忆痕迹，在遇到真实情景后，记忆被激活，正面引导你的行为。 当人自信的时候，你整个事情都是彩色的，事情的推进也更加顺利。爱我们的人始终会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个自信的人吧。还有眉毛往下长啊，我们前面讲的顺生是往上长。 现在讲的顺身是往下长，如果顺身是往下长的人，这种人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悲观一点，就是眉毛向上有原则性，顺身有原则性；眉毛往下顺身的话，他就偏向于啊阴的那一面。这类人呢，容易悲观，自信性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强，啊，不太愿意吃亏去照料别人。 他是偏向于阴阳两气阴郁的那一面，那么这种人我们也要把眉毛分一分，看看是不是粗浓还是不是细柔啊？同样，我们来讲一下粗浓的情况下，这种人眉毛往下长，但是眉毛很粗，你要当心。这种人一方面很刚愎自用，另一方面又很自私自利，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采取。 过激的手段来保障，他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甚至到最后演变为不能吃一点点的小亏啊，任何亏都不能吃。这种人呢不太好打交道，而且这类人他决定要去做什么事的时候，手段比较阴狠。所以眉毛往下长，同时又很粗的人，你碰到的时候不妨要。 注意一点，尤其是在利益的方面啊，要把握好，尽量不要去占他的便宜。占他的便宜啊，到后面结果可能是你会损失更多啊，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些意料不到的这种扯皮的事情啊产生。所以这类人你不太适合得罪。如果这类人在配合上什么蛇眼，在眼睛在细柔往下。 那么真的是啊，一丁点的亏都不能吃，这种人你得罪不起的啊，你不能占他便宜的。那这是一类人。那么还有一类人是眉毛往下长，但是呢比较细柔，这种人呢你也惹不起。整天跟你在一起就是很悲观，就按照我们现代人说就是是一个负能量的集合体。每一个环境下面，他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我们也很苦，我对你很好，你就这样对我，铺天盖地的抱怨。 这类人很容易在性格里面形成这种极具的欠缺自尊心，而且自卑、缺乏独立性，对于自己的利益也保护的很紧，也不能吃亏。所以，这是你看眉毛下长的人，往往都有阴象的那一种性格。但是，因为眉毛的粗细关系到自己身体的气血的旺跟衰，所以在性格里面表现出来啊不一样。那么， 在事件的处理方面，人际关系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性。眉毛往下长，但是细柔的人容易极度悲观，欠缺自尊心。演变到极点，就会变成什么？自杀、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神经衰弱，都在这些人的身上会有体现。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讲的阴象过重。 收敛性太强，产生的一些弊端与现象，所以跟这类人打交道也很累啊！你永远在他身上感应不到这种阳性的、发散的、向上的、积极的、开朗的，反而都是负能量，永远在抱怨别人。如果再加上眼睛的走势再往下一耷拉，那就是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怨妇的一个形态。所以这类人呢，真的在生活中碰到，不妨多谦让。 同时多疏导他，啊，多劝诫他，有正面、正向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啊，可能他也轻松一点，他轻松一点，你也轻松一点。这是我们讲眉毛往下长，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眉毛逆生，从眉尾一根根逆过去，但不是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眉毛完全是从眉尾巴往眉头长的，没有的，基本上是在眉的后半段一些的位置开始有那么五六根，或者有那么十七八根逆生啊，我也碰到过，我看到过，没看到过从头到尾头逆生的，没有的啊，只有局部的逆生。逆生代表了一种反叛性，对社会普遍价值观的不认同。 对我们所谓的常理、人情世故的不认同、叛逆、反叛，这是眉毛逆生人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一点特点是它的基因。那么在这个基因上，眉毛的粗细又有一些变化。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逆生，眉毛偏粗的话，按照古人说，眉毛逆生多劳于横死之灾。就这个人呢，眉毛逆生在比较粗浓浊的话。 在中医上，这个人的气血是比较浊，这类人往往眼睛带有凶光，因为他的气血浊，所以在眉毛上的体现就是逆生。这类人处事的时候非常容易的就是什么激情犯罪，在一个点上爆发的时候，脑子是慌的一下，不顾任何的呃、啊、后果，也考虑不到别人的感受，采取极端的行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者捍卫自己的观点。 甚至有时候不妥协于人际关系啊，也不向任何方面去圆和妥协，标新立异啊，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要做到破罐子破摔，哪怕输了，狂妄无悔，都是这类人。所以这类人一旦当热血冲突的时候，就容易激情犯罪。我老易看过很多犯了这种杀人也好，抢劫也好，你看他的眉毛就是逆生啊。如果大家去看过那个最近有个片子叫《湄公河行动》，你看那个匪首。 他的眉毛你看杂乱无章，有可能是化妆效果啊，你就能看到这种人的眉毛里面都会有逆生的状况在。所以古人讲，逆生的人容易犯官灾，然后容易横死，都是有代表了一种凶险性。这种凶险性你也别怕，自己呢把自己的心修好，让你的心态心气平衡下来，柔和下来，那么你在行为在处事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你对这个世界。 还会有敬畏之心，有了敬畏之心，你考虑事情、做事情的时候，总归会有那么一些犹豫，就那么一丝犹豫，可能就会避免了这些激情犯罪。眉毛逆生，如果偏细柔的话，这又是一种极端，但是这也代表一种反叛。这种反叛不像眉毛逆生粗浓的时候那种阳相的反映在外的这种强烈的叛逆，对于世俗常理的一些反叛，他没有。 他是阴狠的、阴险的，在藏在内部的，所以眉毛逆生柔的话，他也会变成极度阴险，善于权谋，攻于心计。如果再配上一个细密眼的话，在阴谋权术上那是独树一帜的能力。在这类人往往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当然，阳谋也有可能。这类人的智慧往往都能触及到别人所意料不到之处。 特别敏感，特别敏锐，但是如果把这些计谋啊运用在好的方面，完全是一个谋略家；如果用到啊人际的，你天天来算计我，我算计你，那就是一个阴谋家。所以你看，我们同样以一个犯罪、一个官非来看，眉毛逆身偏粗浓的人，他的犯罪是激情犯罪；眉毛逆身偏柔细。 向下柔细，他是阴谋犯罪，所以他的犯罪不会通过这种打打杀杀，他是肯定用计谋啊。现在很多你看，用于职权啊，诈骗也好，挪用公款也好，贪污也好啊，都是见不得光的这些，通过卑暗的手段去牟利的话，这种人的眉毛啊，在犯罪人里面你去看，他会有一些很细柔的逆生。这类人通过自己的手段犯罪。 固然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性格方面也很阴沉，非常阴沉，尤其是在家里的人际关系上面对父母也好，对子女也好，对配偶也好，对朋友也好，自私的心态特别重，而且自己不能吃丁点亏，他用的手段不是这种言而上的这种暴力。 是因而下的算计阴谋啊！这类人呢，你也惹不起。反正老易看到，不管眉毛逆生偏阳性的粗浓，还是逆生偏阴郁的柔细，老易就四个字：敬而远之。因为眉毛逆生的人，就像一颗炸弹。如果你不改变，没有运用一些人情世故，运用一些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话，我觉得呢，早晚呢会。 爆发一些啊人际关系的损害，阳性是阳面的，阴性是阴面的都不好，所以老一的朋友基本上没有眉毛你生的，如果有我碰到我都会劝诫他们一心向善，控制自己的脾气，调和自己的心态。那么眉毛在人的身体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曾国藩讲到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就是讲的。 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眉毛占比重大，临老一副虚。在老年的时候，虚也很重要。那么关于眉毛的呃长势啊，老易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眉毛可能把握不太准确的话，可以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号“中医说”啊，回复“象征”两个字，拍上你自己的眉毛照片，我来替你啊把把关，给你来鉴定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啊，希望大家订阅。 象征频道，我们下回继续接着讲。胯是关系到四十岁之后的一些家庭生活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对于这个胯骨，我们要怎么来对待啊？尤其是胯骨有些缺陷的话，怎么通过性格来弥补？女孩子腰太细，臀部胯骨太宽太大的话，意志力也不坚定。 很容易在感情里面啊遇不到对眼的人，同时自己的心态又很浮定，容易被别人影响。腰胯倒三角是迈进田园，到了四十岁之后，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这一点无论男女全部通用。优酷世界都在看。